不赞成租金补贴，你也不赞成，文化旅券。现在是你在质询我，还是我在质询你？没有，你刚才讲说，我还没讲完我的问题呀、啊。对，你刚才说、啊、我的问题都还没有提出来呀、啊啊。你刚才说这些在大傻逼，所以委员你都不赞成上面这一些吗？那你听我讲啊。好，我现在不就是要问你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听起来是你不赞成啊。育儿津贴，你是不赞成啊？补助年年加码，根本就无效，这是很多。国内外的经验，所以你不赞成育儿补助嘛？听起来你就是不赞成的、啊。院长，时间暂停，可不可以请我们行政院长不要一直反质询啊？不是我是听不是 听你的话说。时间暂停，你不要一直占用我的时间啊！我要问问题都不能问问题，他一直在问我，我赞不赞成比较重要，我是在问你啊，你的态度。现在是我在质询你，不是你在质询我。院长，你要搞清楚嘛！我要知道你不赞成，我才回答你啊！好，互相尊重啊！